妹妹是什么？妹妹是小爱。姐姐是什么？晨晨啊。爸爸呢？爸爸是鱿鱼。我还没拍啊，拍一个就好。那个是什么？鱿鱼。鱿鱼花钱。鱿鱼就是爸爸。你知道小石头为什么翘起来？过去了。来，还有谁没有做？爸爸还没有做。来，那个妈妈来做。它本来就是蜗牛啊。转了。
Yes!
干杯，干杯！今天和大八个兄弟起的唱笑，这是不乐哟，天出却有，只要我狠狠眼里满丢，明天起来又玩，一起会玩的。哦，拍手拍手。有啊，我刚有洗掉啊。有。有吗？有。那这边呢？这边呢？他拿了什么？鱼。鱼啊。对。哇，这哦，奶奶不吃饭就爱吹啊。你。趁你不注意就把东西拿走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在那里啦。好，你说开始。开始。我叫准准，我今年3岁，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。